个为两个女人心动的男人吧，我不是唯一天下唯一两个为女人心动的男人爸爸，我不是天下唯一一个为两个女人心动的男人吧，卡。快入镜，快入镜，快，速度快一点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哎，我没有拍过两个人的视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吐槽。你已经开始了吗？对啊，我已经开始了。这是我的朋友佳佳。今天我们要出个很有意思的反装，就是何书桓曝光。等不等？好丑的一个。我应该要再近一点。我觉得差不多。哦，等我后期会 P 在旁边吧，就 P 在左下角给你们看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哇，这么快吗？对呀、啊。哇，你好讲究。那先给你说明吧，这让人家觉得你很 gay 啊。是因为你 gay， 不是我，是不是因为我 gay 啊？拜托，谢谢。为什么就我很 gay 了吧？啊？腔调啊？我是这样子吗？我不想硬。那这期视频就这样到这了、嗯、这眉毛有变吗？有啊，我就把你眉就这个地方，这地方给修了，然后前面还有眉头的也给修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第一步是干嘛？先给你遮个瑕，好不好？好好，遮瑕是遮哪里？啊，我的遮瑕盘，遮你的痘痘什么的呀？哦，就是作为一个渣男，何书桓是没有痘痘，对不对？那何书桓的皮肤很好的吧？对啊，那我可能我不配当渣男。不，你配。哦。哦，对，我最近长了很多痘痘。对，所以你要从地方都遮一下。哇，很累啊！给我钱。你是不是为了节目效果给我遮了特别多？狗屎！我没有，真的是因为你有很多。好。你待会卸了之后，你自己看是不是有很多。好，这个时候来了啊、哦！我觉得在镜头面前，我他妈跟得了白癜风一样。然后这时候来了，你确定这个遮瑕这么亮的吗？就因为我颜色给你用错了嘛，要不重新来一个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就重新来一个。还带重新遮的呀？我可以调一下嘛，稍微调一下你的颜色嘛。好了，现在颜色会暗一点吧，但是它跟你的肤色比还是会亮一点，这是我最深的色号。好，你一定要把我画得像何书桓。然后这个时候就要给你调颜色，调粉底液的颜色。何书桓的脸是要比我再深一点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现在调的颜色是再深一点哈，比你肤色再深一点。你要把你调的东西放给大家看。我还没调完。你调的那个东西要给大家看。这样子的。你是好多、哦、你以为后期配字幕不累的吗？我画完之后整个人会变黑一度吗？已经黑了一度了。就你就撩着你的头发好吗？对啊，我撩着呀。好听吗？你这样讲很 gay。 嗯，转过来点。小明同学接受我的，你不能讲出我的真名，你个傻逼！你不会剪掉吗？不可以，这样事情就不完整了。那重新再来一遍。你要叫我吐槽同学。那这样你吐槽先生好了，好吗？啊，吐槽狗屁！然后要晕开吗？我操，还了好多啊！为什么不放歌的？我化妆都放歌了，我要后期配 BGM 啊！我不管，不行，你不能放，你放了就听不清楚我们讲话了。那、不要笑啊！那你还逗我笑？是你自己很爱笑，你看我笑了吗？是你突然讲要放什么歌？你看你现在眼睛卡门了，就是因为你笑，无语。所以卡文才像何书桓。你好暴躁啊！你现在皮肤好好，虽然黑了点。哇，真的有黑了一度了。嗯，
还是 Fit Me 的散粉。Fit Me 是什么玩意？ Fit Me， Fit Me， 美宝莲，美宝莲的那个。可是你这个都打霉斑了。没，不是，这是很久没用的，我一般都用刷子。哎，现在像不像？现在还好，刷子。他的化妆师可能工资比你高的要死。哦，对，毕竟你也没有给我钱。可是我给了你上镜的机会啊，宝贝。好棒哦，亲爱的。好 gay 呀、啊！哎呀。Shut up。是吧？为什么鼻孔这么大？都大不过他。我感觉就这边就是。你手一过来就没亮了哦。有没有伸下去了？有没有？就这一边哦。很神奇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我平时也会看美妆博主，给我点面子。哇，好神奇哇 ！Amazing 啊耶 ！Amazing，Amazing， 耶 ，baby。你这个深到镜头都能看得出来，好像被打了一样，就很浓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能把它弄得淡一点？对，我觉得什么狗玩意儿，是不是？这期视频很尴尬，因为你很烂的技术导致仿不出来那种效果。帮我画个口红就好了，我已经放弃了。不行，既然做了，那我就要做真一点。你看这样边，就是脸就颧骨这两边会不会小一点？没感觉。亲戚，有点变大。有一点点。一点点，一点点感觉变小。好热。好热。热。你说了冷。我说的很热。这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。我怎么感觉跟我干净奶是一模一样呢？我也觉得。我给你加灵魂的东西吧，好不好？鼻孔啊。对。你画到我牙齿了。你牙齿上面没有粘到，我知道戳到一个坚硬的东西。坚硬的东西，我怀疑你在开车，但是我没有证据。我很诚实的告诉他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会爱上你。不对，台词不对。我很诚实的告诉他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会爱上你。我可能真的没有演戏的天赋。那这期就这样子吧，快过来跟我的小朋友们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I love hentai, I need hentai in my life. All day, I love hentai, I need hentai in my life. I love hentai. 你不要碰我肩膀哦，我最讨厌别人碰我肩膀了。你结婚了吗？你就碰我肩膀。没有哎。还没有结婚你就碰。